两岁了，今天就给肉松小寿星做个生日蛋糕吧。先蒸一节山药，接下来我们调制一下蛋糕胚，来一勺熟的小麦胚芽粉，再来一点南瓜粉调色，给它咯楞咯楞。还记得和肉松第一次见面的时候，我熬一嗓子就给它吓着了。完了，我做错事了。我的电线，你看它还在冒烟儿。每天都有新意外，不过还好都熟了。在我记忆里，他还是一个毛烘烘、随叫随到的假笑男孩呢。把山药怼成山药泥，放一点小麦胚芽粉，一晃就成一个小老头了。锤成一个饼饼，取一个适当的大小，搓成一个球球，把它塞到这个奶酪模具里。噔噔，先给它冷冻一下，方便一会儿脱模。呼呼，应该冻好了，它脱一下模，哈哈。这个效果还是不错的吧？我希望明年还能为肉松过生日，我们一起为肉松吹蜡烛吧！解冻到常温了，快让肉松尝尝吧！肉松想要拿走吃，我就只能抱着它了。大家把对肉松的祝福打出来吧！关注菜可爱，每天都有新期待，拜！